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已经增强了那么多秒数，你不要再转失误了。哦，应该是不会过吧？哦啦。石头吃下去，实力自然来。其实哦，我跟各位讲，转猪你真的就是打地狱就如打普通，打普通就如打地狱，你就会打得好。因为打普通，你就像在打地狱一样那样打，你会很认真打，你的 combo 数基本上平常就磨练得很好。到实战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当成平常在打啊，青菜转青菜拍，哎，你就会转好。哎，对，但是这个很难控制，因为心里会有个压力在，这是有的哦。哎，请注意一下哦，第一关要怎么控那个天降哦，这示范一次哦，有看过应该知道了哦，就不解释了哦。好，控天降哦。控天降是诀窍啦齁，这边千万不要转五颗，转五颗会升三颗，转四颗升两颗，哦，三颗，为什么？欸，因为我不想打他，我不想打死他。 OK， 这边就转这个齁，因为看到发现我用这一堆幻剑变得很强喔。欸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我靠北啊，被攻完的死这一堆。告诉各位，光八队我曾经跟各位分析过，他那个要消五升多升一那个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太大帮助，尤其像对我这种，除非是高手级的，对他来讲帮助就差很多。那真正影响到的是什么？真正影响到的是什么？神帝哦，神帝 也不错啊，十连级啊。真正影响到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二十秒之后，请给我一个答案。有人知道吗？真正影响到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靠北，别躺下想。七秒 ，Elvis， 漂亮，第一个打出来，其实就是多出来的那两秒，那才是关键啊，各位。重点是那两秒啊，各位。因为平民转租嘛，干，我就是靠那两秒活而已。基本上我看起来是可以波带走了。过来，哦，鬼片哎，这个是有差啦，这个是还是有差啦，对吧？但是你没有那两秒，我根本就是假赛，你知道吗？转租时间，没错，你看看到没有？大家都猜得到，下次我想一个比较难的，看六康宝。好吗？先问什么 ？OK 啦 ，OK 啦。过来，五六，哎，这是天降的好处。哎呦，皮很硬哦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哦。过去啊。因为他没那两秒，基本上我是吃死的。可是你们看到我基本上转五颗三百，其实没有，好像没出现过了。五颗三百好像没出现过了，大概是这样的味道。哎，哦啊，如果有人对这一场哎都没有人有疑问呢啊，没有人有疑问呢，哎，这场就妙了，居然没有人有疑问。等到有人发出疑问的时候，我再来解释一下哈，对。哦，五颗三百了哦，我终于转回五颗三百了。哎，平民三道我都可以转到五颗三百。哎，都没有人有疑问哦。哎，两秒前面转都四颗的直牌，漂亮，厉害。哎，对，对我来讲比较难一点点，比较难一点点的。哦，至于现在玩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发现到底哪里有问题哦。哎，对，干，我是第一个发现的。哎，两半，哎，同一时间，我讲的时候你刚好发现，对，我发现的时候你还没讲，对，对，没错，对，龙科，干，我没带龙科，我就不用带龙科啊，怎么样？应该啦，应该不用带龙科了，因为消除技能重置嘛，对，OK。
应该是不用带了，平民百姓。开玩笑，这种实力带什么龙科啊？我看一下，干这一关300多万，我找到360万，360万，60除以，我打240万，回击价。新转光，暗转新，干，新转光，新还蛮多的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哦，这样可以转好几支牌了，应该没问题。靠背啊！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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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可以一波带走吧？哦，带！哦，错贼，错贼，人家错贼，前面那个攻击就减半了，故意不带的。哎，对，我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说故意不带的？哎，太可怕了！这个，这种比较难转的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这种越难转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开技能。对，吃我的一吸啊！哦，好舒服哦！get in。没有龙哥哦，各位请注意啊！我转，开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来了，600多万啊！我算一下下哈，算一下下，47除以1.5，431嘛！啊，不过就是431的血量这样子而已嘛，来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已经增强了那么多秒数，你不要再转失误了。哦，应该是不会过吧？哦啦，K，哦，还蛮强的哈，还蛮强的，因为光巴比伦我用的次数不多，对，基本上很前面就死掉，没有机会。哦啦，然后就就他现在用体技能来打，结果强烈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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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